好，我们在做一个 DFC 的研究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发现的问题就是呢，那个很多人资源回收的时候啊，那个饮料瓶都没有洗。对。所以说，想问你一些问题。好。请问那个，你觉得为什么会资源帮忙？我为什么要参加资源帮忙？因为早上有空。第二个，资源回收是一个不错的活动，所以有时间我就会参与。然后，请问你觉得低中高年段有什么回收状况有什么不同？当然，低年级呢，他对垃圾分类比较不清楚。那中高年级在看到的时候可以做个指导。可以改善回收不完整的状况。第一个就是你在制造垃圾的时候，就要先把它分类清楚。那如果以学校来讲的话，就是学生要在教室就先做好分类，之后学校固定星期四要做回收的时候，这样子才可以比较省事，也会分得比较彻底。你的回收心得？回收心得，这是一个公益的活动，所以我觉得有空的人可以多多参加。谢谢。